生命在于运动，而生命的价值在于积累，同样达到有氧的效果，同样消耗着生命的时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放弃跑步，而用武术的基本功来代替有氧练习。跑步一小时，它仅仅只是跑了一小时，而练习一小时的武术，我却增加了一小时的功力。日积月累，它的功效不仅仅停留在燃脂，外在是你拥有精气神及坚强的体魄，内在则提升自信、毅力和思维格局，使你的人生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很多朋友跟我说，想学剑，想学拳，那就从基本功开始吧。